很感谢，就是志深邀请我们268来这么盛大的尾牙来表演，谢谢。那我是 Divinity 的 Software PM Steven， 也是我们268的主唱 Vocal 长官。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左手边的 Keyboard， 大家好，我是 Divinity 的 DSP Ryan。 好，我一直都很喜欢那个 Razer 跟 Apple 的产品。等一下。 你是不是也很喜欢诗集？我们这个 keyboard 手 Ryan， 没有这一段，等一下。文学非常厉害，大家有喝过饮冰式茶几？有。饮冰式茶几，某一摊某一营的上面的诗就是我们 Ryan 写的。我们请他自己来念一段首诗，好不好？好不好？那我更不记得了。没关系，我有帮你准备小抄。 那个，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喜欢 Razer 跟 Apple 的产品。来到这边之后，我才发现说，哎，原来这些产品都是自身做的。然后我想要趁这个机会，好好感谢自身，谢谢自身带给我们这些好的产品，谢谢。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的吉他手泰。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Tiffany 的 Software Engineer， 我是泰。那很高兴自身就是这次邀请我来这边表演。那这算是我第四次踏上台大体育馆的舞台。第四次。然后，在五年前，我在这舞台上成为了一个拥抱过安心雅的男人。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机会可以拥抱李学亮？好，谢谢大家。接下来介绍我们的贝斯手 Brian。大家好，我是 Brian， 我很高兴哦，这个在场来到今天来到这边看到很多认识的老朋友。那过去的16年参加过16年资深的尾牙，没有机会上台表演。没想到今天这个有这个机会，可以从 Tiffany 这边再回到自身的舞台上来做表演，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个实在是觉得难，非常的难得，感动万分。希望今天晚上能跟大家一起同乐。那接下来要介绍我们这个乐团里面最最重量级的人物。这个重量级的重不是指的是不是指体重的重，而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体重也是蛮重的，就是我们的鼓手 Jeff。我是 Jack， 好久不见。今天下午从南港开车过来了，在路上一边开车就一边，我开车喜欢胡思乱想，今天没有胡思乱想，今天只想一件事，就是怎么觉得今天来到这边的路上，就跟我过年回家跟家人父母团聚的这种心情，怎么会这么的像？只是这个心情感觉上就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有安全感，这么的充实。让我非常有感慨，很高兴今天在这边也见到了非常多的老朋友，谢谢。那我代表 Tiffany 所有的同仁、所有的员工，在这边利用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跟所有资深的主管跟所有的在座的同仁，过去这几年对我们 Tiffany 的一个协助帮助啊，那非常非常感激。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努力。最后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谢谢。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团员是新来的，那他是我们萨克斯风手 Zack， 他曾经代表台湾去日本比赛，征服世界。让我们欢迎征服世界的萨克斯风手 Zack。来，资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Tiffany 的专利工程师，我叫 Zack。OK， 这么大的场面，我第一次站在这种这么大场面的舞台上。我有之前都是比较偏古典乐，所以第一次跟2468大家一起玩这种比较流行的音乐，这是蛮特别的体验。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好好享受我们的表演，谢谢。OK， 谢谢。那我们这个团名为什么叫2468？是因为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有20岁的人，那有40岁的人，有60岁的人，那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玩音乐玩到80岁。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要唱的是 One Republic 的Coming Star。那我们很喜欢这首歌的意义，那是因为说我们平常在生活的时候，常常为了现实而烦恼。那偶尔呢，我们应该也忘掉现实，放下那些事情呢，轻松的幻想。那接下来这首歌是 One Republic 的 Coming Star。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fit and burn down this river every time. Hope it's a four-letter word, so may the memory watch it burn. Oh, I'm not that old yacht, but I'm not that robot. What is told, I'm assuming what we're told.